但我觉得聊天室有点暴走了，我没有恶意啊。好惊讶，虽然很高兴，但总觉得有种复杂的什么？复杂的，我看一下，复杂的感觉吗？啊，最后的，あなたの8歳の誕生日、何がだったと素敵なレテレテイレテイになるのかしら。なんて言ったら気が早すぎると、何あ、あなたの8歳の誕生日啊，你的八岁的生日。然后大人们怎么样 ？Sticky， 很好的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这句我又看不懂了。啊，米丘的翻译。那孩子第一次叫人的名字，虽然很高兴，但却我后面被切掉，而是执事的名字。我也希望早点被那可爱的声音呼唤啊！他第一次叫人的名字，居然是叫执事的名字。等一下，这也太猛了吧！所以我们的米露苦他开始学会讲话，第一句话就是叫执事的名字吗？也太可爱了吧！聊天室疯狂告白中，怎么了吗？快在黑名山了，我快哭了，别这样。哎，我看得到好吗？你们讲的我都看得到，不要这样，我很尊敬阿神的，他是老师，老师级的。不要乱来！我真的只是开玩笑的。我那一次无聊把它设定之后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聊天去那个黑名单改过，因为没有人黑啊。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黑过，是你们现在突然大量黑到了。ミルク、私たちの啊，ミルク是我们的宝物。あなたに出会えた私たちはきっと世界で一番幸せよ。愛しているのは、啊，ミルク，你是我们的宝物。因为有了你的出现，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爱你哟。9月27号。啊，你八岁生日，你成为大人的话会怎么？会成为怎么棒的人呢？什么的，跟丈夫说了之后被笑了，好幸福哦，你们。我看一下。你们不要故意，你们打的每一句黑单我都会看得到好吗？我看得到你们黑单讲的每一句话，不要这样子。私の言葉かり、言葉，我的怎么讲？我的话。他是在讲有关他的话吧。大きなクローゼット，很大的一件黑色的セット是大衣吧？我记得是大衣，一件黑色的大衣。どれが何が固定？要拿的话，因为被固定了，所以没办法拿。そこは食べなくても大丈夫ですよ。这边不调查的话也没有关系的哦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调查没有关系呢？这里明明衣柜就有血流出来呀。米丘表示，刚刚最后一段话是：能跟你相会的我们，一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。爱你哟。生きて死にたいやる式の書きがついている。天板に記載。天板。天板是天花板吗？有小小的字刻着。私たちと宝物，保护，保护的汉字我不太，音读我不太会念。みんな変わせてもと大きな。我们和宝物。みんな変わせてもと、もっと大きな。更大的宝物，不太懂了。
算了，安安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安安，Hello，安安，欢迎第一次来，或是就来，好像也怪怪的。欢迎第一次看台跟不是第一次看台的人，这好像也怪怪。滚，Closet，啊，Closet 是壁橱吗？Closet 是壁橱，我把它拆开来念，我以为是黑色的大衣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所以是壁橱，然后。然后那个执事就说：“这个不调查也没有关系。”糟糕了，要密码。进了这一大被的啊，有血的床，沾有血的床。为什么执事说那个地方不要调查，没有也没有关系呢？你越说不要调查，我就越想调查啊！我说，执事你干嘛？有什么黑幕吗？旦那什么，奥库什么？是夫人与老爷，老爷与夫人。哦，有一些啊，没有办法给你们用棺材，真的是非常的抱歉吗？啊，不会吧？所以他们可能他们出事之后，只是他就把老爷跟夫人就是简单的放在壁橱里面。然后不想被大小姐看到吗？ですが、人として、所以他刚只是不愿让大小姐看这个壁橱，就是因为里面有他爸妈的身体。不会吧？为啥我一说阿神就被黑名单了？我刚才有讲过两次哦，我刚才有讲过两次哦，我现在就不特别重複一次。せめてお嬢様だけはこの、このちゃん。就算只有大小姐，我也要守护这个家吗？啊，大小姐进来了。啊，すみません、お嬢様。今、参りますよ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大小姐，我现在就过来喽。执事好男人，执事好男人，可以嫁了。快点，大小姐与执事本来就该凑成一对了，就跟自古红蓝出 CP 是一样的道理。故意要回来开开看有没有？果然不能开。好啦，大家不要吵哦。我不知道一个黑名单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。可以嫁人。我发现 好像引发一些，好像有人没有，刚刚没有听到，对不对？那我再说一次好了。现在聊天室如果打104，就是割腕四声以及阿神两个字会被黑名单。原因是因为我们在 network 在给阿神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后台设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阿神老师他就有说，如果就他曾经有把一些知名实况组设黑名单，因为观众会常常在留言的地方会说你很像那个谁谁谁啊，或是你很像那个谁谁谁，就是会拿来比较。所以就是大家会可是比较的人又是我们彼此都认识的实况组，所以大家就会开玩笑说：“好，那我要把你设黑名单啊！”所以大家就互加。我那个时候就有加，那我也要把老师设成黑名单，然后其他人也有跟着设。我只不过是从那一次之后到现在就还都没有把这个黑名单改过，因为也没有什么人犯过这个黑名单，所以我现在才想起来，我曾经有设过这么一个黑名单，但是没有恶意啊，这纯粹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好玩而已。他是我很尊敬的实况主，大家不要伤了和气哦。19，这是我第三次讲了，不要再问我了。大家专注游戏好吗？福他哇，那间，这个房间刚可以进来吗？好像不行，现在可以进来了。哦，木箱堆积着，但因为太重了，所以动不了。不要故意用。
不要故意去玩黑名单，你们打的所有字我都看得到。我刚刚也说了，他是我很尊敬的老师，所以你们不要故意在黑名单中打说人家坏话的事情，我都看得到。Fluipiano Galu， 一个古老的钢琴。铠甲的装饰品，还有一个盾。Kaki 呢？哎，我把钥匙打开了。Fluip coin， 我等等 ，coin。看一下 coin 是什么 ？Fluy coin，Fluy，Flubita， 小さいな coin， 見たことのある coin。我暂时去倒水，觉得自己能翻得好的，请暂时接棒哦。我还有被黑吗？哦，他这个黑名单是只有，他这个黑名单是。你打字的当下会被黑而已，它不会被永久黑。我稍微查一下好了 ，coin， 稍微查一下 Google，coin， coin 是硬币 ，Google 是这样讲的，所以是古老的硬币。古老的硬币，硬币能干嘛？硬币是干嘛的呢？古老的硬币，古老硬币可以拿来投币吗？我现在应该可以先解解看那个密码题吧，我觉得。1月10号、12月4号。我觉得那个密码很有可能是女主角的生日，他们的宝物，我觉得应该是9月27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乱猜的，应该是吧。啊，几刚，再看一次，哎，照片呢？好可爱哦，是小小的大小姐。多看几次，它会不会变成血红色的？硬币可以买饮料吧？没有，每个人都在说要买饮料。看一下这个呢？最初的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嗯，啊，那到了8岁生日。9月27，9月27吗？不是9月27吗？嗯，亚瑞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轻松就好。然后我发现我现在因为在想这个谜题，所以我没什么注意到聊天室刚刚怎么了，不好意思。萝莉萌萌，好啦，不要再讲老师的话题了。啦啦啦啦啦，9月27，不是吗？啊！我刚没有注意到这可以看，这个是刚拿到的那个古老的，那个该怎么讲的 memo 该怎么说？纸条，记事本好像也不太对，我觉得应该纸条会比较正确一点，古老的纸条。嗯，有蛇、狐狸、兔子、猫。爸爸生日加妈妈生日加女儿生日吧。欸，爸爸的生日加妈妈的生日加女主的生日，所以是9月27。好，小算盘出来。
噔噔噔噔，叫出小算盘，看一下，927加110加124等于1161。好，来看一下是不是1161。那相片好恐怖，会吗？我觉得很可爱啊。现在我回来了 ，Hello， 欢迎回来。Memo 等于笔记。1161，啊哈！米丘万岁，万万岁 ！Lokuga 解除啊，得到书库的钥匙。哎，是说我很想吐槽一点，那些号称杀进来我们家的暴民都死去哪里了？我们这家也不过就这么大而已，为什么他们进来后我们都可以不会遇到他们呢？不觉得超奇怪的吗？书库又是哪里？书库，书库，书库，书库。好了，大家不要吵哦。要是吵闹的话，吵闹的话，米丘大大他会不翻译哦。不好意思，米丘。可是我刚刚想说有什么很恐怖的事情，就是第一个就是想到这一点。书库，我们刚才有经过类似书库的地方吗？啊，对啦，就这个门还没有进去过啊。欸，真的是书库欸。よく見ると本が、可以看到很多书的地方。持っている本がずないようだ。欸，很多书欸。可是这些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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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初めてのガーデニング。ガーデニング是什么意思？初めて是第一次的什么什么？欸，ハラペコノエル，米丘大大，米丘大大，米丘大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告你了。啊，这个词好难啊！啊，等等等等等，什么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ハラペコノエルは今日の。ご飯を探します。啊，今晚第二段字是今天正在找今天的晚餐，接下来要去找今天的饭食。初めのご飯は赤い。第一个ご飯，第一顿饭食是红色的。猫。啊，赤い猫，真的假的？红色的猫。緑のナイフは、緑。ナイフ是刀子，在土里面。欸，等下我怎么觉得有点血腥啊？这东西。可以不翻啊，反正我看得懂，没有问题。不要，米九，对不起，米九豆豆，不要这样。最怕的事情，米酒大大，我依赖你了。二つ目ご飯は金の蛇。金の蛇，蛇是蛇。二つ目，第二顿饭是金应该是金色的蛇。青い是青色的哦，天哪，这个又是全部都是ひらがな，都没有汉字。青色のものは水が青色的斧头在水中。三つ目ご飯は第三顿饭是トビロトビトビロキツネ金色。でノエルはおつつく
他现在好像在讲我刚才看到那条纸条的东西，他现在有一些针啊什么的。モモ色桃色粉红色。ウサギがあってきて、紫カップ、紫カップ、カップ是杯子吧？お茶を飲んで、喝着茶，カップ用喝怎么讲？喝过茶的杯子。嗯，应该是刚才那个配对图。第二碗饭是金色的蛇。好高兴看得懂简单的，有些片假名好难，他没有汉字更难，真的是。啊，好吧。欸，大家不要这样，米秋是我朋友的 mod， 他，欸，是朋友的是 mod 吗？不确定，米秋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好吧？他今天纯粹是来看台，真的是好心帮忙翻译的，他并不是刻意需要来翻译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这样子，我们都只是开玩笑而已，不要真的伤了和气哈。我们都是开玩笑而已，并不是说真的一定非要怎么样才能翻译给你听，不是这样的 ，OK 吗？大家今天是星期五，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日，不要伤了和气哦。好，我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段。嗯，ハラペコのエルは今日もハラペ美味しいご飯をどこにある？我只看得懂最后一句是好吃的饭在哪里？哪里有好吃的饭呢？虽然好强，片假名超难看。这边没有片假名啊，这边全部都是平假名啊，这边全部都是平假名，只不过是他因为要给小孩子看的，所以他全部都没有汉字，全部都是平假名啊。我是哦，米娜的 mod， 嗯，对啊，米秋是我朋友的 mod， 他真的是纯粹好心在帮我们翻的，所以大家不要为难人家，他可以不翻，我也可以完全看不懂。好了，我们这真的只是朋友间开玩笑的，大家不要当真。いろいろなお金じゃない。お菓子のレシピ本、各式各样的果子的什么书本，果子是和果子那种。見えない、看不见的和看不见的敌人作战的男子的故事。怎么？今天星期五。对啊，今天星期五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今天星期五啊，明天就礼拜六。这边有位跟我一样把平假名搞反的，刚才亚瑞也跟我一样，不是跟我一样啊。刚才亚瑞跟我讲的时候，他也是把ひらがな和那个カタカナ搞混的。我是这样记的啦。平假名就是平常在用的，所以就是ひらがな。片假名是专门用外来语的那个。无语是无语耶 ，Hello 无语。各种糖果的食谱。黒いからダニメがたくさん。黒いからたくさん。優しい？優しい化け物のお話。優しい是体贴。可是他这一句又没有汉字，我就不太确定了。他上面有汉字，下面没汉字。優しい化け物、温柔的怪物。のはない、なし。僕がもし生きれ変わってもあなたのきっと持てるだろうの。僕がもし我要是生きれわけね。我要是生下来没有改变的话，你就会回来吗？嗯，不太懂。